鸡肉丸子像这样做，有荤又有素，大小朋友都喜欢。把鸡胸肉切块放到绞肉机里面，绞成细细的肉泥。绞好后加盐、胡椒粉、生粉和一个跟我一样笨的鸡蛋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备用。油热放姜丝，倒入西红柿炒软后，再加入一碗清水。小火把肉丸子放锅里煮开后，下喜欢吃的菠菜，加点盐调味，美味的蔬菜鸡肉丸子汤就做好啦。